是难怪这边的橄榄油真的是 number one， 哇塞！昨天恭喜你们有买到的人哈。真的超，这边有没有工厂？对，没有啊，所以就知道了。这边的葡萄要不要洗啊？不用啊，这真的真的，你用太多的一些整个肥料啊，然后撒农药还比那个贵的，所以这样自然生长就自然就采收了。